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。哎，你别管啊！你站那里，站里不准动，否则我不客气哦。这是我家，我爱怎么走就怎么走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女孩，居然敢三更半夜闯到别人家，而且还堂而皇之的喝别人的酒，翻人家的橱柜。 外带洗澡。说，你闯进来究竟有什么目的？是不是有人唆使你？还是……不，没有人唆使我，真的没有人绝对相信我。我不是小偷，我也不是侦探，也不是逃犯，更不是老喜了。这真的是一个误会啦，我不是故意要闯进来的，我是不知不觉走进来的。 我已经来成习惯了，哼，小姐，这不是个很好的习惯呢。我还生平第一次听说有人有这种习惯。啊，请你听我解释嘛。也许你不相信，但真的是这样子的。因为以前在这帮的那个刘嫂，她是我干妈，她一个人守这个大别墅，平常连个鬼都没有，所以有空我就会来陪她。 所以出入这里就像出入我家一样。难道你不知道这里已经换了主人吗？我知道啊，可是有的时候我有点迷糊，我道歉。你不知道你这种行为是很危险的，万一进来的人是……啊，在这方面呢，我的运气一向很好。 那，把你的衣服穿上，我打电话叫人送你下山。我还以为你会留我一晚呢。看来你的坏习惯还真不少，但是我不会冒这个险。哎，你这又想哪里去了？你以为我留下来要别的意思吗？我只是不想给你添麻烦呢。反正你睡楼上，我睡楼下，天一亮了我自己走人啊。 这不是个好主意。用不着你找人啊，我自己会走。来，你的胆子是蛮大的，但是我的胆子却很小。帮我送这位小姐去她想去的地方。是。不必啊，我自己会开。 放心，他已经度过危险期了，后天我们就可以把他转到普通病房，他的意识也会慢慢恢复。不行，那太冒险了。我不能让他在医院里头恢复意识，那样太冒险了。毕竟我们分开了这么久，我没有把握。 他是不是一定会跟我走？我已经等待了这么久，计划了这么久，我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这件事不能有一点闪失，不能有一点疏忽。这是老天注定的。 注定是属于我的，我不能再让他离开我，绝不。喂，麦医生吗？你好。 我是游天龙，对不起啊，这么晚还打搅你。是这样子，我要一个特别护士，要最好的，多少钱不重要。好的。
好。是，再见。谁啊？你目睭脱汤啊？伫遐也无看哟。你哪弄来的？关你屁事啊！作孽哦！放你妈的狗臭屁啊！我作孽？我跟你讲哦，我是在积德哦。他肯牺牲他自己，让他的家人过好日子啊！我肯出钱，让他的家人过好日子。我哪里是在作孽啊？我是在积德啊！他应该感激我才对呢。人家看起来根本就是个小女孩嘛。哎呦！你不待机了，什么小女孩，她早就被她阴谋给不是在世的啦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要是好好干了，下回就轮到你了啦。今年了。上车吧。喂，上车了，小姐。喂，你怎么上车了？不要让我生气。名字，这是你第一次吗？五零七八号，我在门口等你。要不要我陪你进去？你是不是哑巴？你要帮你太太办出院？是的，他才刚转到普通病房哎。我知道，这就证明了他已经脱离了险境了。可是他大部分的时间还在昏迷呢。我明白，但是我想他回到家中静养，对他的复原会更有帮助的。可是我是他丈夫，我知道什么对他最好。也许你应该问问医生。我自己就是最好的医生。我是说，丈夫的爱对妻子的复原是最好的良药，不是吗？
就算你永远不醒来，我也不担心。因为你至少表示，你将永远停留在我的视线里。你是我的，绕了这么大个圈子，你终究还是回到了我身边。 是你吗，大志？啊，头好痛啊，全身都没有力气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大志，你来吧，去接个电话。好，扶我起来好不好？好。 我姓周，我是你丈夫请来的特别看护。我丈夫，那他人呢？他到楼下接电话了。到楼下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太太，你发生了车祸呀！ 车祸！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是车祸，好可怕啊！我想闪都来不及闪。可是，这不是我家，这是什么地方？ 这绝对不是我家，这里是你家，不是，大志，太太，大志，太太，你身体还没好，太太，大志，太太，你出来啊！大志，你在哪里？你别跟我开玩笑。这不是玩笑。Mr. Zhou，你先出去。是，先生。 大志算什么？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一个天涯海角，苦苦找寻了你20年，一辈子对你朝思暮想、无怨无悔的男人，你应该知道他是谁。 天涯海角，苦苦找寻了你20年，一辈子对你朝思暮想、无怨无悔的男人，你应该知道他是谁。我。
月亮姑娘。20年不见了，你依然是美丽动人，甚至比以前更出色。真的是你，你一点都没有改变，唯一变的，你已经嫁给别人。小兰，你记得以前我们的海誓山盟吗？我不敢相信，我真的不敢相信。小兰，小兰，秘书，赶快打电话叫医生来。睡醒了，刚刚医生也说，他说你是精神衰弱，给你打镇静剂。睡了这么久，一定饿肚子饿了，赶快来吃，我给你做了好多菜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些菜都是你最爱吃的。那有炒面，有豆腐，还有卤大肠，还有肉羹。我最记得你以前最喜欢在肉羹里面加很多胡椒粉。20年前的样子，这张素描或许能帮助你回忆吧。没想到你把它保存得这么好。这20年来，我为你保留的，除了这张素描，还有更多。小兰。很久很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又是怎么冒出来的？我为什么会在你家？这一切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又是怎么办到的？这真是太荒唐，太不可思议了！你都把我搞糊涂了！你不要激动，你听我解释。我知道你被这些的安排都已经给吓坏了。安排？你说安排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车祸是你安排的？当然不是，那是个意外啊！我当时刚好在现场，我看到你从那个餐厅失魂落魄走出来，然后车就撞上你了。那你又怎么会在那里出现呢？
你跟踪我很久了，是不是？难怪这些日子以来，我老觉得有人在盯着我，在度假中心，在我家窗外，在一些不特定的地点，我老觉得有人盯着我。我现在没有心情去讨论这些，我现在只想知道，为什么此时此刻在我身边的不是我丈夫，而是你。愿送你进医院的人是我，在医院的替你处理一切事情的人是我，接你出院的人也是我。怎么可能呢？那我丈夫呢？他人呢？护士小姐说是我丈夫把我……不，他完全不知道你出车祸这件事。你让医院的人认为你就是我丈夫？不，我本来就应该是你丈夫，不是吗？你想干什么？你让我打电话回家，我离开家这么久，他们已经急死了，我从来不曾离开家这么久啊！但是你却离开我更久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让我打电话回家，我求求你。请你尊重我人格好不好？那你想干什么？你说呀！你不能这样对我。我有三个孩子要照顾，最小的一个才8岁。我求求你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你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已经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啊！是吗？三个孩子，好有成就。我跟你比起来，我就逊色多了。你我到现在为止，还是单身一个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能原谅你，违背了我们的誓言离我而去，你就不能体谅我，为了遵守我们的约定，我力竭归来呢？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些，我求求你，让我回去。我失踪了这么多天，他们一定急死了。我真的很难想象这些天他们是怎么过的。我求求你，你不能把我关在这里，你不能把我关在这里。你这么做是犯法的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一定会去报警的。我现在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，是吗？哼！如果他真的很有办法，为什么他老婆会落在我手上？能不能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起你的丈夫跟孩子？我不想听到，你明白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口口声声跟我提到的你丈夫跟孩子，对我是多大的打击呀、啊？你看到了，你看到了吗？
吗？飞仙，你看到吗？这些，这一切，一切都是我替你准备的。虽然我不是那么有把握你会接受的，但是我却想不到，你是那么的不屑一顾。你太伤我了，你。从你醒来，你所谈的一切都是你的家人。你有问过我一句我的近况吗？你甚至连看都没有好好看过我一眼，你没有叫过我一次名字。我们过去的海誓山盟，你全都忘了吗？你简直，你简直是个冷酷无情、自私的女人。想到我们会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重逢，我不是没有感觉，只是我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小女孩了。请你体谅一个心急如焚的母亲好吗？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偿还，可是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请让我回去好不好？我求求你，放我走，好不好？可以走了。出什么？电话已经接通了。要跟家人联络的话，马上可以打。如果你要走的话，大门也是开的。你改变主意了？我从来就没有要软禁你的意思。那你做的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一个难圆的梦，为了一个未了的心愿。不过现在，这个梦已经完全破碎了，这个圆也没有必要再结下去了。天龙，我趁机想象，你会喜欢我为你做的一切。显然是你并不喜欢，而且感到厌恶跟害怕。不，不完全是这样。是不是这样？现在都已经不重要了。你上哪去？去我该去的地方。那我……你可以叫车，或者……你可以开我车，钥匙就在大门的桌上。你是说你不送我？何必呢？
我们两个不同路。那我打电话叫车好了，不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把车还你。你可以不必还。这辈子，我何曾要你还过我什么呢？对，一直是我欠你。天龙，请你原谅我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其实，我们这样的重逢，我心中的难过，并不亚于你。你马上可以跟你的丈夫、孩子团圆了，你有什么好可难过的？这些衣服、鞋子，还有首饰，你要喜欢的话，就通通带走，算是帮我清仓。再见。天龙，天龙，到了，乖宝贝，来给爸爸亲一个。小美，还在为那天爸爸打小屁股的事生气啊？爸爸以后再也不会打你的小屁股了。那天是爸爸不对，好不好？笑一个，啊？这样好了，爸爸以行动来表示，你想要什么，爸爸都答应。我要妈咪。爸爸知道乖啊，爸爸一定尽快的把妈咪找回来，好不好？去上学了，啊！爸爸再见。再见。可怜的老妹啊，你有没有带生活费来接济我？哎，哥哥，你看看想吃什么，你尽量点。你老妹，我请客。我说你是怎么混的？从大公司混到小公司，从小公司混到美公司。
从自己当老板混到妓院，再从妓院混到柜台。你不是前两天还在做什么电梯小姐的吗？现在又跑到熟食店来做跑堂了。什么跑堂啊？我现在是主厨哎。哎呦，你废话少说，你快点吃了。我给你的可是双层加料哦。今天我们老板没来，不然那个小犹太他又要鬼叫鬼叫。我看你真是每况愈下，越混越回头。怎么这样子讲呢？360行，我从出生到现在起码做200行，哎，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啊。我只是担心啊，剩下的那160行啊，够不够我下半辈子干的？照你这种换工作的速度，我看3600行都不够你干的。什么干不干的，多难听啊！快吃了。哎，大哥，大嫂有没有消息啊？能够打听的，能够查访的，我都试过了，但是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。大嫂真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哦，走得还真彻底，事情连个警报也不拉一声哦。我真的是大嫁给万万天啦，弄哈侪工啊啦。大哥，你仔细想想，他到底会去哪里啊？我要是想得出来，还会坐在这吗？他也真绝，连通电话也没有。不过我还真是很羡慕他能离家出走，哪像我，连个家都没有，想出走都没得出走。刚开始的时候还蛮笃定的，因为他熬不了2天就会回来，至少也会打通电话回来。但现在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我很担心他会不会出了什么意外。哎呦，不会啦不会啦，我昨天才去问过那个仙姑，仙姑公安呐。哎呦，你放心，他不会有事的啦。哥，那个仙姑很灵哎，他连我背上有颗痣他都算得出来哦。我走了。哎呦，哎，你干嘛啦？这年头老婆离家出走，就好像女人生完孩子坐月子一样家常便饭嘛，干嘛一副轮上考比的样子啊？好，喝杯奶茶提提神啊。不不，哎呦，啊，那给你。哇塞，哎，你最近对我乱有爱心呢，哦，啊？给你付房租的。哦。你那房东说，你要是再不付，明天你那些宝贝家当就会被送到福德乐城坑了。谢谢你啊，大哥，哥哥就是哥哥啦。哎呦，你放心啦，你这么壮，爸爸在天巨灵他都看得见的啊。好吧，别让我下次来又见不到人了。哦，不会不会，我一定驻守在这边。嗯。大哥慢走，大哥谢谢。哇塞，哇好可爱，昨天躲房东还真的躲对了。谢谢你。第四个。在名字，打烊了，打烊了。现在几点呢？你打烊了？真奇怪，我是卖早餐，又不是卖宵夜的。请，哎，你怎么客气了？请，走。您来了，小美。哎，老师不好意思啊，小美，没事吧？老师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啊。没关系，苏小姐。来一下，我。这个我知道。小美，回去要听服务的话，要乖啊，知不知道？知道，老师再见。再见。谢谢老师，老师拜拜。拜拜。又不想上学啦？小小年纪就学会翘课。小妹生病了。生病了？来摸摸看。没有发烧啊，
啊，也没有长蛀牙。不是头痛，是肚子痛。肚子痛啊？真的很痛吗？肚子痛可是要去打针的哦，打针很痛的耶。刚刚有点痛，现在不痛了。到底痛不痛呢？现在一点都不痛了。小鬼，我就知道。不过没关系，姑姑以前装病的时候比生病的时候还多呢。姑姑，你就告诉妈妈好不好？好的，谁叫咱们俩是一国的呢？嗯。姑姑，啊，你带我去找妈妈好不好？傻瓜，姑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？天啊，我觉得我妈妈打听好像停了。哎呀，快呀，拜托拜托拜托。坐在这边不要乱跑啊！哎，今天到底像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邓小平又没死成啊？不是说那个什么技术指标看碟吗？碟个头啊！现在长成这个样子，简直逼我去撞墙嘛！你一定要帮我想办法，你要帮我负责任。徐小姐，这怎么能怪我们呢？你先杀一半。是。已经杀了一半，又长了一百点，全部杀掉。是，全部杀掉。苏小晴啊，那个仙姑的话到底准不准啊？仙姑要是不准，那就不叫仙姑，叫菜姑了。仙姑说真的可以买吗？哎呀，妈妈咪呀，现在已经长了快300点了，万一我又被咬到，姑姑我尿尿。小晴，你等一下啊。哎呦，你是条驴啊，哪那么多尿啊？喂，姑姑，大妹啊，你怕什么？你又不是没被咬过。哎呦，被男人咬我是不怕，万一我又被股票咬到。姑姑，我怕我尿在裤子上了啦。哎呦，忍一忍，再忍一忍嘛，乖啊。喂，姑姑。哎，你不是那个老是跟着游走后面的那个？哎，什么这个那个的？我是陈副理。哦，姑姑。小美，洗手间在那边，看到没有？姑姑现在走不开，你自己过去啊，快去啊。陈副理，请问你们尤总在哪一间办公室啊？你找尤总有事啊？是啊，新民交关生死大事啊。我们尤总很忙的，你跟他秘书约好了吗？废话，我跟他约好，我要找你啊。哎，我跟你说过，我们尤总很忙。哎呦，你不要拉啦！你知道你正好碰到我的敏感地带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搞清楚，我这个人什么都能让人吃，就是不能让人吃豆腐。哎，我告诉你呀，我这个人是什么都吃，就是不吃老豆腐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我是老豆腐？哎，你不老豆腐，谁是老豆腐啊？哦，没事没事。小姐，你客气点，这是我们总经理的位置。算算啊，尤总，我只是来跟你请教一下哦，现在这个大盘长成这个样子，到底还能不能追啊？